中国重汽集团为积极响应抗震救灾号召，于2010年10月正式成立四川512灾后援建项目。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公司位于绵阳市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内辽宁大道100号，规划用地790余亩，总投资2亿元，分2期建设。待到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达到年产4万辆重型汽车的产能，预计年销售收入120亿元，成为中国重汽西南重型车生产基地。公司相继通过了国家工信部组织的专家进行的企业准入现场审核，取得了生产资质，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3C 认证，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一流技术，品质为重。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目前已毫无燃油系列国三、国四自卸汽车、载货汽车、水泥搅拌车、散装水泥车及豪沃 LNG 汽车底盘等品种为主，厂区建筑宽阔整洁，布局合理，物流通畅，区域标识明显。重型卡车装配车间面积15744平方米，生产线总长312米，共有24个工位，由车架预装线、总装配线两部分组成，拥有骑马螺栓拧紧机、油料真空加注机、驾驶室自行葫芦装配线等多套国内外一流先进设备。通过这条生产线，各种汽车零部件可以在8.6分钟左右变成一辆完整卡车。物流大棚面积7872平方米，零件堆放有序，与空间物流有机结合，节省空间的同时，使得生产流程更加顺畅。所有零部件的供应体系均与济南卡车公司完全一致，从而保证整车装配的一致性和产品质量。精整车间调试大棚面积5460平方米，运行可靠，科学高效。分公司配套设施齐备，拥有轮胎分装区、打码间、淋雨间、试车场、乘车库、检测线等必要的检测工具和设备200余套，全部下线车辆都经过智能化检测和跟踪，所有检测仪器设备能够按要求定期进行检定，满足产品质量检验和控制要求，确保了订单完成率100%。目前分公司单班产能已达年产10000辆。优化技术，振兴产业。中国重汽始终秉承用人品打造精品、用精品奉献社会的理念，用精益的工作质量来制造精品车辆，通过对汽车产品和质量管理体系的全面持续改进，在最短的交货期内不断向社会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不断优化技术，振兴产业，造福于社会。